现在交不出来了，懂了吗？我要用这张啊，我上陷阱卡叫黑木岛女孩啊，不是牺牲，不是牺牲。1060063013个月，感谢订阅。真是没被昆虫教训过哎！哎，我再不牺牲召唤我就要爆哎！他用假面诅咒我。完了，我好不想当虫，我最讨厌虫了，为什么一直把我变虫啊？啊，我喷血了。好，我应该，我被玩弄哎，这干嘛呢？对手玩家从牌组选择一张昆虫族怪兽，洗牌后将该怪兽卡牌放置牌组，他们干嘛啦？好啦，我有虫啊。真是哎！我靠！而且我这次被封了，我武器召唤师被戴面具了，不能攻击。玩错了！哦，还好，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，我们绝对会像那个漫画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，最后逆转干掉这个小王八蛋。给我打怪！给我打怪！给我打怪！干，我要被毒死了哎！哪有人被毒死的啦？我真的要被毒死了！哎呦，干鬼州海料料！哦，还好，慢慢死吧，死吧，去死去死去死！哎呦，谁啊？不错不错不错，全部炸掉了。很好，我牺牲这个废物啊！我的局，我的局来了，我的局来了！没有一直在那边给他教训的哦。我现在终于是轮到我的局了。放开，被他玩弄了。有没有？各位，现在你们在看我的时光，就跟看游戏王漫画一模一样啊！这个小猫要被我们制裁啦，妈，这个死马桶盖头，去死啊！马桶盖，马桶盖，去死哦！你来啦！伟大黑魔导有可能轻易压到他妹，黑魔导女孩，再来啊！我知道你还有老鼠啦，我知道你还有两只啊，我知道你还有一只没了吼。王八蛋！哈哈哈哈哈！他的表情好有事哦，有没有看到各位？这跟漫画一模一样的情节啊！果然我们是主角，我们这么位主角，主角就是该以制裁这个臭马桶盖。妈的死马桶盖！哎，我要上金二了吗？啊，还没要再上。哦，好爽哇！金五哎，呵呵。
呵呵，加了好友。欸，他是 Japan 的，欸，他日本人。他是不是心理变态，欸，用那么丑的角色。Hello Annie， 今天好晚，对啊，晚上开个台陪大家聊聊天，然后玩个简单的游戏，我游戏王。头卡在马桶，怎么有马桶？嗨马桶，马桶你好，马桶出现在聊天室。为什么我手上都会有两张仓鼠啊？好衰哦！哇，又是一次斩！我把他伤给拔了。嗯，他那是啥小？我刚没看到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他刚白龙降临，不是吧？完了，我不欠百万要出来了。不是啊，没有人第一回合就把他就把大哥叫出来的。敢要变欠白龙？好嘞，怎样啊？天湖是不是啊？给我还圈床啊！快点，他做的这么神哦！提伤海马是不是啊？提伤要给我死！我才是游戏王啊！等一下，问题要怎么叫出来啊？行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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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！我也很帅啊，不是只有你帅哦。呵呵，你看看你。哎，可是如果他真的要招着过来把我老鼠两命打掉，我就死了，因为我手上还有只老鼠。复活吧，仓鼠。这张召唤跟反转都有，我直接招出来，直接献给他看了啦。青眼白龙是吧？哈，行，你绝对不可能扑袭我的火眼，去吧，龙杀者！让他看看谁才是主角啊！去死啦！这游戏拍卖宝剑，游戏，呵呵，我最自豪的王牌，青眼白龙，死去，呵呵，啊，舒畅，舒畅，舒畅。还好我有放这张，我有放两张，就是专门制裁这种小王八蛋的。你是不可能赢得了我的，海马。哎呦，还要干嘛？他该不会要变出一张吧？千白龙吧？他要变出一张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其实他牌组什么？当然我也是超帅。我猜也是千白龙啊，
不能打，我不能主动出击啊，除非拿到什么环全船之类的。先打我啊，我不敢打。别打他吧，应该是欠白了。随便那七八星，我这都打不掉啊，我整过了。这应该也欠白了，赶过来。我会不会跟漫画一样啊？把他三千把我打掉啊，然后我就走逆转，我解掉了、欸。除了我再拿到一张狂杀者，但我记得我放一张两张，我忘了。哎、欸，老鼠现在也是废物了、啊。他不会，他应该没办法叫第三只了吧？两只就够我活了。我现在剩，我剩什么？我剩环全虫可以解他了，我剩那一张了，其他无解。不然就是我也抽到绵羊跟千白龙换回去。哎、欸，他不攻击、欸，他怕了、欸。说了，我好，他超跑，他可能觉得我前有一张是那个吓吓他。不行、啊，我觉得这个有可能，嗯，要吓他吗？我怕真的被什么暴风打掉。在打啊！他像超霸，不敢打我。他像不敢打我。他应该怕船吧？他可能觉得我有船。他要来缺壳。但我该还多牌，说来就来，右手进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行啊！可是又是 all in 他，我也要2200。我觉得我该不该，我不该上河打三十五。我这个换他，我会先被他打一，我这个换他，我先被他打1350，然后我自然再被打2200，我就没血了。我说要等他自己来送头啊！我就不要换怪。哎、欸，我这张是1850，我这张1800，打300，打300，直接被他打1200。嗯，我觉得小怪一刀先清掉、欸，我就往哪一只换他？我觉得再等好了，反正现在也不敢打我，我们主动换他就好了，先等。我们这个武藤彭年吼。先 check 一波，不急，要冷就是要冷，他要干嘛了啦？算什么？完了，找到不要乱放兵了，没差啦，他把一单解卡用掉了，他白龙，他感觉用这是 check， 他要用左边是 check， 他要先 check 怪，正好你直接用千白龙打哦，正好先不先用垃圾怪打，没那这样的。小事，然后他这个应该会打中间那只，然后快切克，快切克，果然很听话。他应该没东西，他台面剩，他面有2张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吊他比较好哎、欸。我先用这个吊他。各位，我教你们怎么玩这个游戏，用这张吊他。
他打我他就死定了，他打我我就要触发我的效果了，反弹伤害。他一定打啦，他没理由不打啦，自然自己回合不能发动啊，你不打我我就自己打我，快干我吧，要他干嘛啦，好一辈子都不要打啦，就一辈子都不要打。哦，战斗，他要战斗了吗？我的快速效果发动，攻击变零吧！嘣！哎，啊，还嘛，回去再练练吧，练练好吗？金二了没啊？哎，还我还是金耶，金二太难升了吧？哦，两张青眼白龙都得输啊！我今天走一个那个漫画风格漫画游戏王风格。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城市，我刚城市那挂电脑都打输了，豌豆七五，感觉我要先发制人。这张是可以多，我这张我不想要土用攻击，算了，我现在1800，我加这张，我这张都换他了，先打这张好了，我直接打这张换他，我加这个200，武器召唤直接扣了，他这样有赚吗？他好像没有赚他这样一换一啊。好啦，他高兴就好。他二换一耶，他这样二换一耶。好，他开心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聊天室吵什么游戏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吵游戏，专心看武藤彭年打牌好不好？我觉得玩这游戏会人格分裂。我感觉他一直都在做很亏的事情。1800灌他。他会有这个，我打他很容易下轮被他换掉，因为他回合3会加200。这张可以直接打2000滴耶。可是我想一下，我要不要冷？像可以直接打脸耶。2000滴好诱人啊！我干死他了。
这不两星期不干是半锤，而且搞不好手他上面卡手，我就干他。不交流了，啊，手牌剩两张。他一点，他现在两张，除非能叫优质生物，然后加200伤害把我这换掉，不然我下回就赢了。他一点就没网了，他除非有武器召唤师吧，就是我记得游戏的卡组武器召唤，你看应该顶多只有武器召唤师跟那个另外一张1600的恶魔吧，这两只有机会可以把我打掉。哎，他感觉不像一张装备卡，他这张扣很久，我觉得这张他两张其中一张应该是大怪。啊！别拖台前啊，大哥！好，应该稳了。他前面解卡都亏了，他前面他第一轮他前面两个解都蛮亏，他都两张解我一张。摄影机图案可以换视角，真的假的？我还没有玩过。哦呦，惊愕了，惊愕了！今日目标金山，没金山不关，没有啦，没有没金山不关来这回事啊，我怕不用睡了。我现在遇到的其实都蛮烂的，我还没有遇到海龙哥我遇到海龙哥没有赢过。我最近遇到几场比较烂的，好吧。哇！我要侏罗纪也没赢过我被侏罗纪践踏了吗？侏罗纪公园来了，可怕的侏罗纪公园来了！恐龙的怪物质量超强，因为它加300点，它质量是超强的。哎，都1800。教他做人，然后这慈善又发动陷阱卡，然后我就知道，嘎，打中人，一定不能急啊！哇，炸了炸了炸了！应该忍一下，急了。我只好，我操，拉小啦！怎么会有 T 三龙骑啊？我被践踏了！你在打算什么啦？真的不能急啊！这游戏绝对不能。哎，小佑15个月了，谢谢你，小佑，感谢你，小佑，谢谢订阅。啊，我希望真的不能急啊，太贪心了。干，我也想好镜子啊！我要去抽。通常你被什么牌组打爆，你马上去抽卡就可以抽到他。我因为镜子输了，不知道我要镜子，有镜子我没有赢过，镜子太强了，这东西太强了啦。那个漫画里面孔雀武装也是他妈跟外挂一样。好啦，我觉得刚刚我们被什么打爆，我们现在马上来抽三包就中镜子，好不好？不错不错，第一抽就 SR。哦，水哦，又一个装备卡，蛮 lucky 的。哎，不错啦，聊天室刷一波镜子出来啦！快刷一波镜子，给我力量！镜子都给我刷出来！
no， 没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抽到一张，抽到一张我想要的，运气不错了。你看被打爆来抽，马上就有宝。流星之子，哎，西鲁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蛮赚的了，已经很赚了，不要太贪心，我们已经够赚了。这张也是好卡，好卡就是塞进来就对了。最新获得好卡，哎，靠北拍是按错了。有镜子，我至少可以多个两阶。镜子真的是最 OP 的卡。这张可以搭配这个，反转召唤、特殊召唤磁卡，加一张装备与磁卡的我反转卡是墓地，破坏一张。感觉没有必要，那一张就够好用了，搭配这个不一定叫得出来，所以有两张嘛，两张攻我才会考虑放刚刚那张卡，一张我不会考虑。哦，好穷哦，这十块，算了，没钱抽卡，我要去打架吧。按个广告好，听说现在推起有广告，哎，我按一下看大家有。看有没有字幕，真的有，看一下。要红不？我干，怎么遇到恐龙哥啊？不要再践踏我啦！恐龙喂食秀，看我是不是要被喂食啊？哦。小心点啊！我只是起手就没那么烂。OK，PAO 晚安，可以睡觉吧。感会不会感觉有禁止了？哎，这两张是不是禁止啊？它一模一样哎、欸！不行不行，我就不信他妈每场都能有禁止。我这把就是直接滚雪球，我直接转攻击，他只要不是禁止，我这轮就把他带走了。真的不是禁止，我就把他带走，教他做人。我看一下哦，1800加160，哇，他哦他会死，只要这他没有禁止，没有一些怪怪的东西，我这轮就把他送走了，这轮就叫他做了，我就不信每一场都有禁止啊，每一场都给你们系统拿禁止，我就不玩这游戏了。来呀！我的自胜之道已经铺平了，不是吧？感觉是镜子、欸。因为这轮他没有，这个什么？哦，援军哦。援军也是蛮丢的啦，好了，援军就还好啦，援军我还可以接受啦，那别打他吧，不赚他的话，他真的会祭品召唤，可赚他我黑木刀女号被换掉，然后可以再灌150。我想想啊，那下轮就变废物了。